哈喽，Hello, 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带一场好久没更新的模式，三千种死法。这昨天晚上输挺多局的，怎么说呢？你要是正常输就算了，像这一局挺可惜的。每次输主攻杨彪，不用太害怕。首先看一些选将啊，这里面有曹植，选他干啥？没用的，知道不？你砍的杨彪血让杨彪过牌吗？选神赵云，你手牌不多的，杨彪用一个 K 点拼过你的话，如果他大点多的话，你可能这辈子摸不到新牌了。 也没用，借满宠行不行？可以是可以，但是前期的话，他不到残七回合以后的话，他血其实可以往下掉的。你的话输出并没有那么多，也没有新的过牌。刘协的话就刘协周访之类的更别说了，你的位置也比较厚。咱们所以说选一个借菜夫人，然后这局的话咱们就看一下借菜夫人。那这局的话咱们就说怎么去处理。这局可惜的点就在于怎么说？你们看完吧。 咱们开局看一下他们的身份啊！我在直播的时候开局说这样的一句话啊：首先祈祷谋张飞不是队友。有人说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谋张飞，而且我说的谋张飞大概率是队友，但是我要祈祷他不是。有人说你这是瞧不起谋张飞，我没有瞧不起他，不要每次说我不我不喜欢的武将就瞧不起他，没必要。但是这个谋张飞的话，他选出来这样想法是什么？肯定是我选了谋张飞砍杨彪，锁他技能。 你这一套，你觉得你这四张牌能过四张杀吗？你觉得你过四张杀的前提下，他有没有加一马卡住你距离呢？也就是说，他有没有可能拼你呢？你过三张杀杀不死他呢？过很多问题的。你除非是脑袋单纯的是脑袋比较单一玩这个武将，我不是说骂人啊，就是单纯不会想太多。否则的话，你打这种武将的话，基本上只能去忙后卫的忠臣，可能更有用些。杨彪主攻又不是速推的，选个包张飞干什么？ 好招，大概率反贼，其他身份看不清楚。这局的游游戏输赢给看神寻玉和毛刘备。咱们看一下这局，刷了个 K 点，看见杨彪之后，这回徐氏直接给牌了，嗯、说明我要是徐氏是反贼的话，我肯定不给，专门刷个 K 点让杨彪拼我，勾引一下，对吧？选这样明显的有身份向性的张飞，被拼很正常。这局你们可以看到，开局少一个反贼。 直接过一张牌先，然后好招直接要不直接也不知道什么情况，直接九杀了。不过他九杀可以理解啊，他九杀的话准备目的是很单纯，他觉得杨彪是个傻子，打空之后他只要过牌，然后写空城下他牌。哎，太单纯了。这时候还是过了一滴血，拿了个减一码，非要先上减一码再去杀，排序有问题，咱们就不说了。 蒋琬发动自己的限定技，徐氏谁都给。我刚刚说的这件事儿，我这忘了。刚才直播的时候说过，那、这个好招刚是乐的时候，我很绝望的。后面的忠臣还没跳呢，随便一个忠臣刮一个 OE 乐，直接乐你身上，或者到张飞身上，或者乐另外一个关键强的反贼身上。我还在那说呢，好招智商不高。结果的费祎呃，这个蒋琬直接拆掉这个乐了，我都想笑。怎么说呢？ 呃，匹配到一起可能也是有原因的，挺有意思的。然后这时候的话，给我换了一些位置，崩了一些血。坏消息来了，神荀彧，神荀彧是对，是他的对，是他的对手，是他的队友。而这把的话，给杨给杨彪第二回合，好招还有一次将功补过的机会。下回合下神荀彧牌吧，这把的话难喽。 这里面蒋婉有个保护别人的功能，所以说你先杀人的话，必须要先先杀蒋婉，千万不要杀神荀彧，然后蒋婉直接给你限制了，很扯淡的啊！这是一定要明白这个点。你看，我明告得给大家剧透一下，这个徐氏是个反贼，这个徐氏是个反贼，该给的时候不给了。其实刚才直接忙不给就可以，了，非要给一下，结果让谋张飞再被拼一次，你看看。 哎，然后继续移装备，没必要移。先拿装备，先拿距离看，看能不能多输出，打死他。这把是不是你们觉得是不是少一个反贼？张飞就是那个反贼，从开局就相当于少一个人。其实说实话，这局的话就相当于我和郝昭两个人在打他们所有人。局势也用处也不是很大。然后这时候的话，郝昭冰凉寸断，为了镇古的话，冰我我能理解吧？理解吧。这个时候的话，先处理一些蒋琬。 <laughs> 结果天过了，运气还不错。这局的话顺一下他 A O E 的话开不开没必要开，其实看他杀不死不杀不死就开吧。有人说你开的话他受伤怎么办？没办法，你要不杀了蒋婉的话处理不掉神那个啥的神荀彧的，尽量去处理吧。而且的话送他两张牌就送吧，没办法。不过祈祷这个杨彪傻吧，杨彪傻的话拿加一就更赚了。杀！不过这个杨彪挺蠢的，拿了加一码。 怎么说呢？不拿距离，拿加一码。<laughs> 也就是说，我告诉你，其实有这个拿这个加一码，就是卡自己队友距离，很贴心的。这个 A O E 反贼亏吧？那没办法，给他送牌吧。无中不开，扔掉啊！以为我结果我不开，你看看，看看那个智商没？我不开，我的队友会开。说实话，我有的时候真的很难受。你连杨彪都不会打，你来至尊场打什么呀？心态快炸了！ 啊，借刀借刀给你刀，知道杀杨婉就行。这把将面碾压了，神刘备，看见没？看见没？看见没？不先杀蒋婉，他连技能都不知道。不先杀蒋婉再去乐，先先乐完再杀蒋婉，这就是这些水平。有的时候不是歧视你选将差啊，你选将差代表你玩的少。你你因为不确定这局该选什么，而且你忙给了一堆次机会，所以说别人说你选将差的时候，你就大部分情况说你其实不会玩的很多情况。 行了，一个忠臣，吃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了。不过好消息是，下回合只要好招保住的话，继续能振骨一下。而且这个杨彪智商也不高，上了个加一马，刘备可能打不了他，还是个好消息的。张飞已经废了，不用管他。这局还是能赢的，前提是没有容错率的赢、啊。什么叫做没有容错率的赢？这把的话，因为杨彪犯傻上了个加一马，刘备就不能打他过牌了。 也就是说，这把的话让张飞吸引嘲讽，杨彪不是喜欢拼张飞吗？让他吸引嘲讽，好招继续镇鼓，让神勋没有牌。我们的输出打神勋打死之后，开始慢慢打刘备。等到七合,合处理杨彪，杨彪单挑不了我的，知道吧？<coughs> 然后杀了一刀，拼了一些张飞。你看这张飞,这,张飞这局他能做啥？哎呀！ 这个时候的话，终于张飞明白，把自己手牌用光了，用光就不会拼了吧？咱们再看看这搞笑的好招啊！那我问你好招如，如如果是一张牌，应该给谁？话不能加，可惜。还要给补一张牌，好招，很明显想给出一牌的，结果给张飞。我当时都笑了。张飞把自己手牌用光，就不是不想被拼，你还专门给贴心拼一下。<laughs> 哎，呀，挺有意思，你看，挺天才的。这个闪电因为有徐氏控啊，一会儿让徐氏那个啥，让徐氏那个劈神荀彧就可以。这个、时候啊，直接杀他，杀一下，然后决斗刘备，决斗，马上第三轮了。等到七轮过后，慢慢打杨彪，我一个人就可以打杨彪了。挂不能杀，行，知道杀一些那个啥就可以。这个东西他自己自己的话，应该放排队顶一些牌，给他控一些摸不了的牌，比如给他一张黑纱呀。 对吧？给他一些这种牌，让他摸牌量变少一些。顺了一个盾，哎呀，还好吧，他没整没杀，把盾给我了。<laughs> 保一些好招啊！这把给看好招，我不知道他为啥要送我花。这把的话，祈祷队友会玩吧。不过我这个闪电应该不会劈我吧？好招只要震鼓的话，应该劈不到我。好招只要给那个骑士牌，骑士后顶应该劈不到我。 他就被拼了吧，哎呀，救好招，把好招，救一下，还好吧。下回合处理掉神荀彧，剩下两个人慢慢打就行了。即使我们现在少人，即使我们队友不会玩，对吧？这地方我觉得我有失误，太不相信队友了。这个失误就是不相信队友。其实我不应该拿牌了，知道吧？其实我不应该拿牌了。我不知道是否给我控天控那个控那个啥控天过了。 所以说，因为我看就一开始觉得这个徐氏智商不高，所以干脆拿牌吧。结果拿了一个，不知道是不是给我埋的牌，结果直接劈我了。看一看，一个黑桃七加一个黑桃，我不知道徐氏给我控了什么，我真的不知道。这是我拿了牌，我以为是我的失误。我看到这黑桃七，我就觉得这徐氏完全不会是劈我吗？啊，行吧，即使这样还能赢，因为杨彪好打的，我一个人就够打了。然后那个谁的时候直接打他。 他的智商不行，不用理他，直接给他回血了。我当时学的是准备趁他人望，只能救一次，他大概率手上不是桃子，上砸他一下，结果给我回血了。我说你是有九杀，你有决斗吗？最后他人是有九杀的，你看我用过无中生有没？打赢了，直接结束了。这样打赢就赢定了，该怎么打？剩下的话继续保好招，有桃子保好招，即使不好好招的话也能打。 知道吧？因为马，因为杨彪这个傻子上加一了，刘备一直过不着距离，我可以一直让刘备过牌，把刘备处理掉，游戏就赢了。这已经这种情况，我们还能赢。但是你们可以看到后来我绝望的点啊，这个时候我当时说了一句话：“齐正相生，大哥拿下减一马，不好吗？让好昭少挨一刀，让张飞多挨一刀，不香吗？”我不知道他们三个人是从哪儿捞出来的，要控控一会儿控闪电劈我的。 一会儿不知道怎么打的，张飞不知道选什么武将的，徐氏准备要干活的，我也不太理解这一局都是天才，是至尊场啊，输的我很绝望的这局，然后继续给牌，本来死不掉的啊，结果就害死了。奇正相生，这时候已经死了，知道奇正相生就已经死了，人大概率可能还有杀的，你有两到三个桃也不应该救他了。 让张飞当我的加一马，现在的话他下不下牌已经不重要了，神荀彧死了，现在目标就是我和你赶快去处理神的谋刘备，剩下的就无所谓了，就因为你不下这个减一马，如果你开始下减一马的话，就没有这么多事儿了，你可以就尽情的救，因为他少一张杀，但现在你没下减一马已经结束了，这个傻子还要浪费桃子救，看见了吧？然后人家在这说，哎，为啥有这么多奇正相生？ 该不救的时候就不救嘛，很正常了。他已经废掉了，已经快死了，非要浪费一个死人身上那么多桃，就理解不了。我直播的时候就这么说的。我不知道这些人在干什么，什么都能打错，完美错过所有正确答案。他们觉得四个骑声相声，他没见过一把 AK 把你秒的那种情况是没见过吗？四个骑声相声就没见过了。哎呀，就这么打还能赢啊？即使到现在还是能赢，只要他没有 AK 还能赢。结果徐氏托管了。 对吧？就这个智商的话，你说你好好玩也能赢，真的，他只要好好玩就能赢。局势还托管了，他不托管的话，就我也能赢，因为杨彪打不过我的。不会觉得有人觉得单挑杨彪蔡夫人能单挑的过蔡夫人吧？因为我打杨彪打的太多了，只要处理掉毛刘备就可以了。现在赶快处理毛刘备，A O E 不要去开啊。然后就是被议征了，蠢货，咱们不用理他，还托管了呀。给补一张杀，上个距离杀他一刀，A O E 不开。 行，过一张牌，慢慢打就可以。你的人文望不够多的，慢慢玩就行了。闪，摆他的距离不用下，可以上去。省以上距离，但是更想拿他手上桃什么的。无懈的话，继续处理毛刘备，过一张牌，杀一下。这个藤甲我一开始想上的，但是有毛刘备在，相当于杨彪一回合过四牌，很有可能过到火杀。我没有闪，藤甲就不用上了。 而且刘备如果有距离的话，火杀我我也难受，还是能赢啊！这里面只需要慢慢来就行，过一张牌。那以前刘备的话只能等张五了。走，吼吼！看来想破我的技能，杨彪已经狗急跳墙了，想破技能很正常，还是能打啊，简单的，但是没有容错率了。其正相生骗人望的这局我就看的可能是不是人狙击了，可能知道我手牌，还是防九杀。 咱也不确定，咱也不认识，但是看这个选刘备的话，应该不是我粉丝，但是我的粉丝不应该那么蠢，所以固定刀扔掉，暂时不打啊。补一张牌，杀一刀。他想要房这个人，行了，这个时候的话还是能赢，真不行了。那刘慧儿的话，他可能要发动张武，固定刀不能给他，留一张杀，留一张南蛮入侵，留一个那个给他一个南蛮入侵可以给，给一张杀，再给他个距离，固定刀不能给，要不出事儿了。 看他怎么给吧。哦，给两张啥？那拿满乳清也能留着啊。拿吧。<laughs> 打完一波操作，我就那啥走了。那没办法呀。 这直接杀主公，因为有距离了，杀了点主公也能打。现在七轮了，你不打一会儿，我们也打了。局势就杀了两刀辅助，还好吧？这内奸是要撕票了吗？是觉得绝望了？帮我一下，帮我的话就更能容易赢了。那、哦、要掉一滴血还能赢啊？被拼也无所谓。一会儿你们看，两滴血，现在问题就是说只要稳住就行。拆他的手牌是更香的。 或者拆刘备的距离，咱们不确定刘备是否站在咱们这个角度，拆他的手牌，让他断杀，下回他他摸杀都费劲，知道不？或者拆刘备的距离，防止给他过牌。然后这时候托管的徐氏给你震惊来了，想绝望，你杀，看一个南蛮入侵彻底把我打掉了，我废了。如果他要不单纯砍一刀刘备，我能理解，直接打一个南蛮入侵，行了，输了那就输了，这就是我这局输的原因。杨彪这么简单一个武将。 打前期打的也挺好的，即使我们少一个反贼，他们打的一堆失误，我们依旧能赢。可是我架不住我的队友呀，绝望吧。好的，有何必现在给我留个桃的话也没用，他可能会被拼。行了，我已经死了。本来我两滴血的话可以打杨彪的，慢慢就能慢慢起来的。现在没机会了。行了，这送的好呀，很难受。就问你们可惜不？这么说吧，这么说。 徐氏如果在我用徐氏还是能打杨彪，单挑杨彪用徐氏还是能单挑杨彪。杨彪摸到新牌，但徐氏人托管了，这就是我每天打的路人局。哎，天过了，嗯。然后我当时说看完这一局吧，没办法，唉想哭。嗯 <laughs>、哎，一刀一刀砍吧。 让一个废物杨彪赢了，我是真的没理解。而且你们看见我反贼是已经少人了，他们已经水平变成这么低了，还让一个。其实我们能赢的，只是因为他们失误太多了。打卖血将不要急，不要有任何失误就可以。可是呢，我的队友的话以失误为基础了。